我们行会现在还有30多个人空缺。我去卡兵了。我在卡。中路的我在卡。他们如果刚才你们上路是打不过的。他这边放了个影。如果他们刚上路的话，我没带针眼。那他可能没放。我自己都不玩，兄弟，我现在还在挂机呢。我卡兵卡的比较死，能不能看着卡？嗯。好，可以，哎，可以了，可以放。应该是我打女王。我帮你多冲他两下。是女王上路，换路吧。啊，那我为什么之前不换啊？别换路很伤。不是带 LA 刚才。是他 A， 我冲过来。打他一头，看看这个小兵，法师兵，等一下我吧，法师兵没了，他是到二，他是毒的，他要4个兵才到，他现在还没到二，我已经就位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冲了，干他，这个兵他差不多到二了，我留一手，你现在，杀不死，有点不够，nice， 这天我给力啊，给力。我他妈为了放这个天火，3个刀没补，我一直在等你们动手。我升到2级，可以帮你打这毒龙。我叫你冲的时候再冲吧，好吧？好的。好，你升二，我现在正在往中靠。嗯，好。因为我三级现在是2级火，没就一个天火的技能的。天界卡尔给力啊，龙妹。到他二的吗？然后冰红卡那个系带攻速快一点，缺攻速。我帮你 A 他两下。到3级有个 QQQ， 我已经到三了，但是我学的是2级火。我打完了。我操，打了3个人。不冲了，我跟他换补给，补给很多。因为那我就一个吃个壳吧。龙妹快到4了，说一声可以提前再这两个兵如果不被反补就到4了。我试了个双倍，我到4了。白牛可以直接回来冲他吧，找个阴影冲他吧。嗯，我学石头了，我不学那个急速冷却了。可以石头天火加石头双倍。我今天冲了500加我举原地了啊，举原地，我先冲他已经死了。哦，那个传奇我说一下，后面来了个冰龙，他们战斗力还是很弱的，小杰还有手冲对吧？有还有手冲，你跟、哎、算了，我被减速了。不，你跟一下，我追不到他。三转以上的，才能加我们工会。啊，你3转以上才能加我们工会。刚才想叫你停了。姐姐还有蓝吗？过来上面给你贴个闪，你酱油走了，可以去把这 LA 杀一次的。可以。先等等。等我有蓝啊、哦。嗯。你先往前走吗？我先往前走。你先就位了再说。嗯。我已经就位了。哎，他们酱油也来了，算了，他们酱油也来了。你们可以再来搞失踪。好，但是我就一个技能，等你们过来的时候，我估计有个陨石。传奇后面有个龙鹰，冰龙在后面，上路冰龙在后面，我们杰克杀不掉。叫，我想买个东西，在那个，在边路上街。哎、啊，我先去控服吧。龙鹰应该要控这个服。哎我操，这隐身符给我吃了，没掉了，哎呦，没毒球没鞋子他妈好烦。我隐身然后再吃进化，300蓝有2连石头就等我、哎、我买个毒球吧，攻击位，哎我直接上、还是直接上，我开雾吧，防止他们有现眼，我已经开雾了，我就位了，我从后面他们看不见了，你可以冲了，上路死了，上路要死了，普通又死了，没事，我在原地。冲了。哎，那我这回来，陨石都打过去了。对。上路吃经验都吃不了吗？还好5级了，我感觉这把比上把舒服多。这兵没数了。上
没事，我帮你冲他一下。我有踢，我有踢。来不及了。哎，可以可以。你们往前走一下。他逼这儿了。Nice。我四个吃素，怎么说？我有吃素，我有大药。给我个吃蓝。好，给你个蓝，给你个蓝。不行，树都留给你吧，我拿着也没啥用。中路是没蓝了是吧？我在氪进化，你再看，你看我状态，300蓝我就有石头加那个。可以可以，300蓝。后面，龙鹰过来做了个眼。哎，我帮你冲龙鹰，龙鹰是直接死的，一个陨石就死了。哎，他死了。我再把他捡。我还有一个冲的蓝，哦，不过没事啊，对，没事，我去冲下路，冲下路。有，还能比。我先吃符，先吃符。下路我赚了，我走了。我这把是包了所有东西的，我六级什么装备都没有的。哎，我直播间是不是有机器人啊？是不是在聊什么？你可以和韩敏坐5个小时、3个小时在那边聊起来了。那不是还没到六，得打他一顿。打他。幽鬼小心，别被他杀了就行。嗯。哎，幽鬼走。回家了。我操！屌，小杰！我操！怎么了？没看到。我操！连推三下。我操他妈卡我阴影这边。我到了，小杰。我要补给一下，有大招了。哇！我操！屌！果然你真的是个完美脑子的英雄。本命英雄，我靠。我连这个推都不容易的警告啊。哎，中路需要个线眼。好吧。那龙一被我连推2下，亚巴顿被我连推3下。三连推。我直接爆炸。哎呀。一个地方。哦，可以。哎，什么时候啊，开大地的。这波他血亏啊！哎，这波他到了没来得及买装备。我刚回家补了。不是，照道理他伤了，我可以买一个，估计。线他妈有点难受啊！帮你冲他要不要？线呀！啊，别，冰龙在后面。刚才又给我开大的时候，冰龙在后面。对，我把线补回来了。我玩的传奇啊，魔棒吃了。小杰可以冲中，我就位了。真的吗？可以。我现在的技能是陨那个天火加陨石啊，然后我技能是 CD 的。原地直接。那我这原地。嗯。我上了。上。靠，我追不到这个位置。冰龙在后面，我可以把冰龙这。还有大招呢，还有大招呢，别怕。死了。我大招炸他，我妈滚他妈逼，什么玩意？没技能了。走吧，我 TP 了，不然我要被哑巴顿杀。TP 了。靠！我没踢走，龙鹰过来 C 了我一手。没事。还可以，我换了一个崩了。哎，这女王进去，我帮你冲她。小杰，看能不能把点金手。我操！你出了这个就别出点了。我出鬼。你不是帮我冲他吗？我再冲，中路还没到啊！我以为中路冲过来呢。我有天火的，他逼过吗？我是 TP 火的。逼过了，没过，逼过的，逼过的。对。贼一下死了，骨灰烫死了，屌！我的，我以为你在中路冲过来，我什么都没看。中路因为杀了毒龙，我 TP 火掉了，他们都在。你冲过来他就死了。完了，是因为你在中路。救我一下！我 TP 地，我前面是有的。绕一下树林，还可以。我帮你冲了，你再绕一下，毒龙死了，毒龙。可以。很好吗？哎，你回家，我给你带药了，龙妹，你要不要？别，我没蓝没血了，我回家了，我点个金回家了。啊，下路我需要一个线，一个这里的眼。我眼给上路一个，给中路一个，给完了。我冲了下路了。小杰，你太急了，我想找你过来开路的。有大不错。强人头。那我再中补一下等级。你再补一下，我回家了。
我操，这把数据爆炸，我有天火，吸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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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蓝我没蓝，我大招全用光了，别别别，后面来人了，后面来人了。我准备踢中了，我等会我还没出啊，没出，回家了。累不到，我没血。累不到就算了，累不到就算了，你还差多少血？我可以让你补的。我还差好多，一百多。没事没事，这把我就当一个五号位打了。哎，下路。这他没死没死。那我就继续冲中了，下路杀不掉。好好好好，我开悟过去这一套。我陨石加极速冷却，好，可以，可以上了，可以上了，往上靠了，可以往上靠了，往上靠。可以。啊！西巴，这个人都好关键，有鞋了，还能再补出眼。他去插眼了。马上冲出，马上冲出。他去插眼了，冰龙。给，这隐身我咋没？欢迎，我还未老去。你再冲出的话，我可以给个天火，然后又会应该有大了。哎，又会给个大，又会给个大。这插眼了，插眼了，眼球插光了。插的是上面，插的是上面。啊，幽鬼不用给大了，啊、他死了。会不会？你幽鬼放不放他，让他自己判断。他想混骨灰就来。靠，这女王过来了，这个眼没反掉，这里有个眼。嗯，对，我等一下去看。嗯。那幽鬼现在裸捕呀，他很爽了，他裸捕很爽了。对，还好。下路有人来我就冲他，我也大打，你们打起来的话。他们好像爆成推进了，我可以去放个石头然后走人。我先去，我也给个叉吧，我给个石头走人吧，不然感觉有点危险。他们全在，我再给个叉，这步兵线没了，眼睛掉了啊！现在恢复谁啊？我没血。来来，恢复我要的。我眼睛掉没血。A 掉了，我眼睛 A 掉了，他们不敢过来了。他们四个人抱团了，那让我们大鱼和那个罗卜就行了，很开心了。你有能再放石头之类的？我没，你妈，你以为石头三十秒赢吗？我给那他妈的吹波吧，我一个塔就变眼睛了。等你有石头中了就冲，龙有瞬秒的。行，但是你记住啊，有冰龙的，还有 LOV。冰龙没什么用。我石头大概他们五个人不要冲。下波兵线我就有石头了。哎，看他们TP上路，TP上路了，我冲女王一个大招。我有天火，我可以给支援你天火。我先去抽个。他没走没走。啊，抽个图。啊，给个天火就行了啊。我知道。我去了，顶天火了，应该杀了。这波石头好啊，我们又可以守了。杀不死。哎，不对，可以杀这种，他上来的话。不，我没技能。好，知道。秋生，你如果还要在下路混，我下路给你演来了。哎呀，上了一波。怎么说，秋生？亏了。不用演，我马上跳了。你亏了五个，我操！好。又给他了，中路你过来，又给有大的。但是我没极速冷却，我切成天火加那个陨石了。好，那龙应该来找我了，他们人都是踢走的。哎，龙妹，这把我感觉不用出跳，我出点睛怎么样？可以补啊，现在局势可以补。但现在他们没法动，他们。对啊，我补了跳之后打不起架，我就什么都干不了。猥琐，不好。啊，不是幽鬼有大的，有大。这多多单位太猥琐。幽鬼哥，帮你开个大就好了。不是，等会儿，等上路兵线他们入头，我们中路就能动。那个龙鹰跟女王都在上路。中国哑巴盾冰龙两个盾，动别的路吧。对，我就动上路，你记得放大啊。我能踢上路。他逼到这来了，逼过去了，干他！他已经死了，。但是我肯定要等他冲到再放啊。不用跟前火了。龙晶去了。我操！我没骨灰，小杰你出手。啊？你不是两个骨灰吗？身上也。没有，我自己。哎，他们说好像可以动他。幽鬼开个大可以动他，幽鬼开大，我冲了，动他。我被冰龙大了，我S，没事，我跟毒龙换不亏。靠，哑巴盾也来了，看能把毒龙杀了，还可以。抓走人，我也来了。我回家了，小杰能不能飞走？哦，不对，
书生来了，也不能杀，也不能杀了，谁怕小杰？我吸，我有吸了，是吧？死掉了，嘿，杀！打！小杰多少钱？我看一下，1500。你可以编个点金，我包烟。啊，我也可以编个点金，真的可以编点金，反正不然好像点金完了你就稍微跟我分担一下。我操，我他妈这把太惨了。那我可以适时的帮你买支眼。下路眼全反掉了吗？假眼。我反了一个这个，其他的眼我不知道在哪。书生，你觉得他是会插这还是插这？我放个、啊、帮我暂停一下，暂停一下。我把狗放一放。小黑妹，我操！顾杰还是不老实啊。怎么就不老实了？出人需要我下来帮你翻眼。来了。要的，你翻眼我就安全了。你觉得眼在哪里？他往这走，他往这边走，两个。OK。他往这边走，反正两个眼全没了。好。我感觉我要补一块，现在他们不敢一个人出来了。上楼现眼就要补上。我操，这直接拖好铁啊！找到了。牛逼。牛逼，这个眼反正牛逼。这你怎么反他的？书生跟我说的。应该在下路，不会在中路的，上路。我操！完了！我好像救不了你。不用去了。刷！哎，可以收那个。谢谢阿飞。多少时间会要可以？我再不死的话，应该20到3分钟差不多。那可以。他们现在肯定要猛搞我。他们上路如果推的话，我踢过来。走，好吧，屠龙让他放在那里。不过他也身上也有 TP 的。哎，那我们动不动毒龙，你有天文雨是吧？有啊，肯定有啊，身上都挂着吹风啊，就等你冲了。那我他妈冲了，他已经到了，他已经要到了。有个河道岩好像，他这个走位的话。那算了，我不冲，在塔里面不太好，他有人 TP 了，龙鹰 TP 了。龙鹰 TP 的而已。给你个信息，我隐身符冲还有多久？可以。等等，别动。要不把冰龙先秒了吧，不然他妈的冰龙没蓝，60点蓝的冰龙，他没蓝，没大招的。哎，能冲回上路吗？我踢上路去。我有大，冲回上路，冲了。看见你了。我踢了。看见我也冲。这个冰龙我跟着的。我看杀谁了。我靠，这冰龙咋说？大招开。冰龙怎么说？可以。哎，没有。靠，没举到。哎，我放个大。完了，这那个走不掉了。其实我靠，这个也快。龙妹，你有龙妹，你有天火吗？有一个天火。哦。就是天火。他们，我们这波，哎，举在 CD。啊。没事 ，ace 了 ace。ace 还好。这两把好伤啊！我像他们一般都是四个人在一起，我们没必要跟他四个人弄着刚。就对，我们等书神就行了。我跳刀了已经。是吧？书神出的点金，我们不急。我们两路他们放空的。我们白牛还有书神还有大鱼都出的点金，他们很急的。我点金还有100块。我现在打钱不见一点少。上路是不能不去，别的路去。我有个套子，你去上吧，我蹲你。到时候他们来抓你，我替你死。只能去上把钱，或者上路打野。我有一个哑巴盾套子，他们在中随便打，那我不去蹲你了，我不去蹲你了。那中路如果他们推什么，我就用技能号，然后你等一下，让我下路先推掉，我下路再推，下路一起来打。那就一个石头一个叉，老规矩。我还有双火人啊。直接拆塔吧。啊。还有一个塔防，可能可以骗一个塔反补。下波我插，然后你一个推波。
火神先留一下。是，我去买个剪辑器。火神啊，火神。没有，给你火神一个套子，很强。没有五个人。我要反补他。好吧，好吧。哎，反补能反补的最好。走吧，走吧，差多了，受不了了。完了完了。死了不亏，死了不亏。还是有点亏的吧。毕竟死了一点人啊。哎，这个塔有点想强势。哎，我们两个人，你看上还是有点不够，他们五个人在一起没经济。他们很急的。他们这些人都不肥，但是他们这个阶段打团强，都中先出的没肯。他是被抓我们先不敢在线了。不急不急，这个眼看着的，这个眼看着他们的，不要怕，我帮你们包他们点，他们所有人都在中，所有人都在中。雾了雾了，女王跟冰龙雾了，不确定去哪。你看，这都去了。女王跟冰龙雾中路斗了三个，我觉得我们。他们肯定找人去了，我们全部来中打他们这三个怎么样？我在这躲一下，我躲一下，躲一下。如果你们打，那我冲了。冲的有点早，我们人还没齐啊。没齐啊人。我停了，我停了，停了。如果有大的，如果有大的。再等你下个冲就拖了。这波女王跟冰龙有可能会回来，这不一定，稳一点就别打。肯定回来了，他们是找我的。不，早有鬼了，找你干嘛？也有可能找我，我在躲着，我现在不能落冲。他们。哎，我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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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冲了，女王有踢的，不要冲太凶，差不多就算了。女王有踢的，我直接秒就秒这个。哦哟，我的天哪！我给独龙一个大，我给独龙一个大，我再一个叉给秒。我操！我要死了，全死光了。龙妹还没进来，我走了。我走了，我这血量不行了。那我也走了，那我也走了。算了，我还是打回要吧。这现在他们强势，其实的确不好打。对对对，我刚才说的女王有踢，我说差不多就别上了，还是上了。我刚才那个小杰，你第一个是别 C， 扫地用 C 就能打了。对，嗯，等你一个 C 等了十秒，多了有点。一开始 C 我 C 少了，你要过个两三秒。龙鹰在上，龙鹰在上，别被单杀了，小杰。过个两三秒再那个。他们很喜欢几个人推进，然后假装站在后面，其实是去抓人了的。感觉他们中路这一片应该留着眼。这把我也要多刷了，跟着打架打废了呀。你不是一直在刷吗？对啊，这个位置我去单杀了，我去单杀了。一两个天火，可以给听我，可以给听我。嗯、他们会被打盾吗？啊，我马上冲到了，你看一下。冲到了。我感觉在打盾，真的、啊、没有在上。有天火啊？你天火大概要多久啊？30-20多秒。我们家很多点金，然后幽鬼卡尔都是发育的英雄，不急，他们特别急。下路可以有天火吗？等我吧，等我吧。十秒左右。等我吧，等我。他应该走了。5秒、4秒，我就位了，秒好了，我天火好了。哎，后面蹲了个人，冰龙走，冰龙在走吧。哎，走。哎，我他，等一下，我看你抱着一下。我抽了个冰龙大，我帮你大一下。你怎么大？大了！你抱着一下我就能走了呀！哎呦我去！不用大的，真的，随便的一个人。应该也是。我刚才没事，我马上 BKB 了。在干找位置，我的。小杰，你记得你千万别去冲毒龙，把他们酱油蟹切了。不，我刚刚中路我直接切死两个了。那个什么龙鹰不会。冰龙、龙鱼什么的，我随便接点技能，他们就死了。A 上，你不用接技能，直接掉。我看我现在去做个眼，还来不来得及？这冰龙就如果不打的话，我上路继续带了啊。等着鬼辉要打。等着鬼辉要吧。然后等我 BKB， 我马上 BKB 了。他们这波肯定要冲二塔的，我在这里做个眼。可以，这眼可以。但是我没带 TP 啊。那你 TP， 你没 TP 你就死了。你被找到了。Okay.你不是你偷他技能也那个偷不了，他们这波要逼高的，偷不了那个啊，那还偷不了，我们也逼他们高，我们上路逼他们高，他
他们肯定不会跟。真的吧？这兄弟啊，真的，我认真的，就是换没了我们的兄弟。他现在在不是逼高，他现在在逼你的智商。上高了，他们这波挺强的，女王 A 杖，最强一波，直接开了战图了，是 BKB 了吗？我这波守下来，他们这波如果打赢了，他们可以记的。BKB 了没？没 BKB 啊，还差啊500块钱呢。他已经没了。你知道冲出来打吧。我冲了，不管了，这他妈不打不行了。让我陨石 CD 啊！你冲去哪了？那你就没了。哎呦，冲的他妈太了！冲了个冰龙大怎么说？哎、我回来了。陨石吗？可以，这波打得过了。我死了。这闭上来，他闭还5秒、4秒、3秒。没技能，2秒我没技能。他妈的，妈我有没有人能买活？没有，我买不活，我回家他妈把补刀斧卖了才会要的。但是这波他们推不下，我马上能买，还有20秒就能买。推不下就行。还好，20秒。下波人齐的话，我们可以搞他们了。他们推得下兄弟，能留人吧？我没技能啊。有没有？我买了，我不管了。啊？没技能呀，关键。没技能啊，兄弟！冰龙直接走了，已经。冰龙直接踢了，他们就这两个。他大招应该好了，先走一波。啊！我感觉我们可以打断树神，怎么看啊？那你的血量有点不合适啊。我还7秒活。给个天火、啊、打对面的阵容，我知道。下路给个天火，给个天火，会给的。推再推一下，推秒推，有没有秒推？你一个人小伙人拉进去，不要让他再踩了。差一下，有骨灰他也死了，差了，没骨灰。我拿吧，你拿呀，我拿是不是？我拿，那你拿吧。打他们这种放一路还好，没什么问题。上包我们人不齐。你下次我觉得要冲，不要冲那个天路了。最后面冲冰龙啊，我感觉。别的。你冲冰龙吧，然后我放天路。我可以，我冰可以随便冲冰龙，很关键的。你冲冰龙，然后我不接踩，我看如果能秒掉他，我接踩；秒不掉他，我就打后手。我一个人要接贴我才能秒，不然我一个人秒不掉。冰龙血还是蛮多的。他们没带针眼，我插高才眼了。冰龙我没见到，其他四个人是没。上路还是高地吧，还是什么？说一下。算了，我不插高台了，我插这个地方。这样子不会被反。高地好。高地，我眼是直接坐这里的，应该反不掉我的眼。冰龙没带针眼，先回去了，我先回去了，你看着带吧。我这波是死棋的地，我的技能。这波来吧，提前过来吧。来吧。你们就为了说一下，我直接冲了。你看不清楚位置。就为了吧，冲了。冰龙没大了，冰龙有大。冰龙还有大。兄弟啊，你们上去了。我可以下来，再可以下来。我把他打上去了。我偷了女王大。叔叔爆炸了，这波全被我打残了，再一个叉全残了，全三个残血。能冲吗？马上冲，人冲，马上冲。这边他妈这个相互奶他妈太都是空血。冰龙第一时间还是没秒掉。L A 硬生生奶活。不是。别急，我女王大40秒。我补快点，快给我出去。等一下，要不要买啊？我能买了。我女王大40秒，我操！女王大还好，还5秒，女王大好了。
我操！我被秒了，但是我把毒龙打死了。右边被六死了。感觉右边好像有点穷啊，研发盾大好了。这不还行吧？我买活900块，打了900块。不是，我觉得，我觉得，如果你冲出去秒不掉冰龙，就不要冲了，不要冲冰龙。哦，白牛，白牛活了，白牛活了，能卖。我知道，但是我能不能接受？哎呀，记错人了。真的，如果冰龙秒不掉，你大招完全可以打别人。我别人不接近人，我一个人秒不掉他。不是你他妈到树上去了，刚才那波。他在树上，我就冲到树上揍他了。我感觉应该让白牛先走的。现在看来，我这感觉出这个顶级有点问题。如果早点有 BKB 的话，下轮那波应该破不了。我是可以点金，我特别肥，而且我不用 BKB 我都觉得，来女王一仗。我到时候就直接出龙星帮你们扛。小杰中路打起来，我先耗吧，好吧，我什么吹风雷暴先耗一波再打。好好好好好。你们刚才那波我在这里的时候，你们就动作了。我上去踩了一脚，我想回来，结果没回来，龙星放大了。他们这么厉害，却被他翻回来了。飞塔，他们阵容抱团强啊！小杰别带了这波线，他们应该误了，野区走吧。他们好久没露线了，上路落了个女王，还是有可能误的。亚巴顿漏了，漏了两个。亚巴顿太惨了，我刚打。他们这波又要过来了，如果有三级输，我那个眼就没了。我们。觉得他们，我觉得我们开个雾，我们从这边绕过去，啊、把什么冰龙什么的给秒了。可以啊，我来买雾。要开雾，赶紧过来开了，他们快到高地了。来来，中路，不带有鬼，不带有鬼。大鱼人在补，好像状态有点差。没事，我开臂章照样两千血。你说我冲谁？看能不能找到冰龙。别急先，我在这冲。冰龙在那边啊！冲了，冲冰龙了。冲！两个将领都秒了。好，可以。女王大，我死前把女王大甩出来，我死了。幽鬼这波很强，亚巴顿没大了，先切毒龙，毒龙没血。太够天堂了，太够天堂了。你跟着，不是女王买的吗？没有。他给我天堂了，刚才。贵吧，还大贵了吗？我只能两个小伙人助攻你了。我的天哪！我们两个战友把他们瞬秒了，居然他还没打过，我操！什么情况？因为 QP 一个大中了好多人。我的 QP 大也大中了很多人。这波是我们很优势啊。为什么我这么好奇怪啊？看着怎么秒了两个人，我们还打不过，操了个屁！是啊，感觉怎么秒了两个人还没打过？他们这个牙巴顿太能刚了。那两个人什么技能都没放，他妈的还没打过。他们那个 VP 一直在输出啊，是能打的。VP 牙巴顿一直在打。然后那个 QOP 一场团翻了两个大吧。这都没打过，有点不科学，我操！这波怎么应该打个雾？等我们下个盾给幽鬼拿，他们就打不过了。我们已经没雾了。我还有一个眼，这高台眼是我们最后一个眼了。他们这波来中了，我中了那个眼刚好消失。哎，冰龙往这靠了，他们应该来野区了。冰龙往这边靠了。啊，小杰，反正你要死了。
踢走。估计又误了，刚才他们就全部是开悟到这儿的。我们家已经没悟了，这波怎么说？我看这个高台有没有演，没有高，这个高台没演的话，我们可以有可能买吗？插个电眼看一眼。再等一会儿就能买了，还有，估计我这波买不了。但我这高台上有演，我们这波过去不了。我把那个小伙人拉起，把眼睛拉起反了。我还是从后面冲冲他们比较好。这里是有眼的，我们家没雾了，这波只能正面硬上了。嗯，我从侧面上，你们从正面上。等你们就位，我再冲啊！我躲了一个女王大。女王大，女王大，我又偷到女王大了。我就位了，我可以冲了，我也没了，我拿好了。兵龙了，我的天哪！这逼他妈又躲到这里面去了。我甩到了毒龙加那个天怒，妈了个逼的！我要被他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，我回去补了。四十秒之后，我又有一个女王大。我靠！打不过，打不过，打不过。不会吧？我没技能大，是吧？出人别急嘛，幽鬼也买了。别急别急，等我女王大好。好，幽鬼怎么 TP 取消了？我踢过去肯定被搞死啊！叫我走出来打。我女王大好了，我女王大好了。他们走了一个天怒了。女王没蓝的，女王没蓝的。没来得及，我也买过，我也买过。我操，好迷啊，打的。嗯，打了，好好。诸神这波上级了，但有点慢了。我上级了，我这上图了，买回了。我说这买回那波上级了。对啊。我刚才直接踢下去，我感觉我打个肉吧，去打个肉吧，不打肉没法守了。就在那里，我做了视野的，他们肉山是没视野的。龙鹰三级输，他们去做视野了。我要做个天堂啊！我操，好急！哎，他们要来呀、啊，这个哥。哎，他们能把这个？我给他了，我给他了，我没打。冰龙在后面 ，nice 啊！他打了个火人。我要守一下家，这个家里的兵茫茫多。我去不了这波，能打盾吗？不能打盾，我们俩怎么打？必须要那个卡尔来。啊？我们俩肯定打不过。我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们少了一个兵龙大。我的大人呢？他们三个都没打吗？我感觉这波他们应该会来。这盾你拿还是我拿？是不是？你拿。打完我先吹风来爆耗一波啊。冰龙好想冲他，来个人，能不能来个人回家？我冲冰龙了，冲冰龙了！我操，双星大，直接死！冰龙，给他天火陨石。我活人，我正好人太大。好，他死了。杀 Q 系吧 ，Q 系什么都没有了。好，但是他有 B 啊。我帮你们后面两个断了。QP 再不杀又有大了。哎，就杀这个毒龙，我这他妈逼！不要杀毒龙，真的。那我杀这个，我杀不了啊！我技能全 CD 啊！完了，我也要死了。六的有点厉害，没技能了，没控制上啊，走不了。QP 刷新大，把我和拉比克把我和那个直接秒了。我这个装备拉比克走两路超级兵没技能，好难守啊！我、哦、靠，他 GG 的。我出 BKB 也一样，真的。BKB 毒龙能大，冰龙能大，就除非那个躲一个龙鹰大有什么意思啊？可以躲个天堂，这还没什么。到时候到时候我要出 BKB， 这不就是我不够肥？还有幽鬼也不够肥，到底空补应该不会这么怂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！这种位置他们可能开雾绕上来的，这他们都不漏人。好强，我操！
我他妈技能快放光了。有塔防，这波敌人可以用塔防顶一下。这敌他妈冲上来打我！妈呀！不打的话又要被破一下。打了，我在这边都跟他打了好久了。打完十秒钟啊！兵乱放大了。被炸到了，我连女王都打不动了。乌龟只有一个丧尸啊！不会吧？这把就是被他们推推推推推，就这样无脑推推赢了。有点不服啊我！我操！我操！然后我们守塔也，我也有问题。就是因为我感觉就是太在乎那个冰龙了，秒他秒不掉，全部是冲那个冰龙。